着中缺卡台北报道，谢欣颖、李国毅、柯达、黄腾浩、谢培恩、许光汉今出席 OTT 1006的房客发布会。剧中众人异口同声说的李国毅裸身与谢欣颖在浴缸的戏最杀，李国毅跟谢欣颖已是老朋友，十分熟悉彼此的身体，因此虽坦诚相见也未恩忌。围着戏李国毅勤健身，他大叹健身好累，并 CUE 一旁暗藏大胸肌的昆达。剧中昆达与李国毅不和，但却在演出求是的同时意外眼神交流过久，反而把谢欣颖晾在一旁笑翻全场。谢佩恩则是剧中饰演苦命千金，哭戏颇多，这次演技大突破，该剧选以及穿越及一身是否远回到过去，李国毅说这太秘密了，怕自先过往。前年底悔婚的谢欣颖目前十分甜蜜有大力哥，他这题冷回我不会想回到过去啦，不可能啊。许光汉、左起、宽达、谢欣颖、李国毅、黄腾浩、谢佩恩，记者王文林社。李国毅、谢欣颖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谢佩恩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李国毅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谢欣颖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昆达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李国毅、谢欣颖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黄腾浩1006的房客记者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